not.嗯。哇，有钱就是任性啊，哈。这艘船是跟度假屋借的，今天最重要是你开心。开心，有人包场我当然开心啊。没事没事，来，弄脏你衣服。没事了，妈妈就没事了。帮你，我帮你，谢谢。哇，我看你还是用水洗一洗吧。天哪，等下有蚂蚁。没事了，你的水洒了，你想喝什么？我拿给你吧。甘蔗水加酸柑加柠檬。你是在想阿伟吧？要不要我叫他过来？谁在想他？我在想他，不如想等下吃什么。吃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准备材料了。绝对不会让你挨饿。你说的啊，那我等啊，我去参观一下。小野，来。哦，哪来的气球啊？在楼下找到的。可能他们以为我要庆祝生日，特地为我安排的。你要不要许愿？许愿？用气球？像放孔明灯一样，过来。2公斤？是啊，这几天一直在吃吃喝喝，写2公斤已经很好了。气球啊，麻烦你把我的2公斤带走，千万不要留在我的身上啊。到你了，你有什么愿望去写吧。我都不知道要写什么。你第二个愿望是什么？之后试试看，给我打分。怎么样？10分。你不当大厨本来就可惜，完完全全被你总经理的位置耽误了。果然是货，来，我还有好料。什么好料？来。哇，还有准备蛋糕啊！这个如果有冰淇淋就好了。只可惜没有啊。不过呢。我在这里找到这一个，来试试看这个。哇哇，你搞什么？你报仇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不是啦，不小心的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好了没有？哦，我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怎么会有事呢？不要爬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怎么没事吧？没事。